天的活动主要的目的是捐血做公益啦，因为事实上我们也收到这个捐血中心告诉我们，现在的捐血的存量已经是不足，所以要号召我们各个不同的族群，只要你身体健康可以捐血，就要勇于来帮忙。今天有这个快闪活动，事实上是有几个含义，捐血是重要的，我们希望能号召大家一起来捐血。第二个，搭公共运输也是我们重视的。第三个，我们希望结合各个不同的这些族群，不动产业者，一般的市民朋友一起来响应这些活动。好，还补充一个，就是第四点，除了你捐血之外呢，只要搭中捷，我们就送原油券救助我们的弱势团体。所以8月18号的原油券，只要你搭中捷就送原油券，原油券就可以买东西送给我们的弱势朋友，所以是四大好处。